我是那一种睡眠品质非常好的，倒下去五分钟之内是完全熟睡，太幸福了吧。然后可能这四个钟头都是熟睡，所以我早上起来就精神抖擞。但是只要如果我少睡那一个钟头，你就会发现哎，我的过敏好像就变严重了。才一个钟头，对，差一个钟头对我来说就很严重。他少睡一个钟头只剩三个钟头，对，所以他市井豪门后请继续收看医学大联盟。